是梁富荣，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菜是黄金虾球。首先，我们冷锅下油后开火热油，将所需的调味料放在虾肉上。搅拌均匀，把调味好的虾肉沾满太白粉备用。油热了，我们就可以把虾肉放至锅里边炸至金黄色。松厨iDeal多层不锈钢平底万用锅，不粘锅，传热快，煎炸蒸炒煮焖样样都行，保持食物营养美味。现在把炸好的虾球捞起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冷锅放入牛油后开火，加入辣椒还有咖喱叶，再放入淡奶，煮滚后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金瓜酱。我们一边煮一边搅拌，再放入糖和盐。把炸好的虾球放在酱汁里边煮至入味，捞起后就可以端上桌喽。哇哦，我们的黄金虾球完成了。